又和暖聊，有空来玩；又和瑞聊，有空来玩。走吧，学客语。大家好，我是魏仙。廿八个又和瑞聊来到土壤嘅海参，看动物名嘅俄罗斯。佢对土壤嘅观念，读幸福嘅海参，全部看得到，面积差不多有315公顷。早教就是俄罗斯，俄罗斯。佢是三夫风俗牺牲的，所以保妹就会不贵片看起来风风的。俄罗斯地图看得前度的幸福，很强调的详细看，会看到猪肉、墨海、螃蟹，就是墨海，墨海。因为是幸福前度，两片未是钓的老鱼的，或者清水的蔬菜。俄罗斯的生态非常丰富，所以将有机会本廿片的客家人的头牌发展出海洋客家文化。我是魏仙，希望大家将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苏伟轩。想知道台湾有哪里好玩好吃的吗？想跟我一起边玩边学客家话吗？记得锁定华视52频道，又和来了，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哦。